你怎么刚刚啊？教育改革要改革不容易，是因为家长的观念嘛？就是东西望囡仔读较好诶，比人较巧诶，阿伯赚较侪钱诶。但你后来发现，这样的人啊，别人不一定较巧，生活不一定较快乐。你应该要知道，小孩子先把自己找出来，把自己捏出来，较对。我拢希望大家像台湾人安尼，我较慢诶，听下这个歌。我看完了。谢谢。这条车，哇，看完了。